以下落嚟，你会睇到琴晚黑恐怖在线最精华、最精彩嘅部分。当然，如果你想睇晒琴晚全集嘅节目，读呢个 QR code 上翻我哋嘅网站，成为我哋嘅付费会员嘅话，梗系可以睇晒全集啦。星期五晚啊 ，Happy Friday 啊，恐怖在线啊，好啦，咁啊。电话号码9884499，欢迎大家随时打个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经历嘅。咁啊，今晚虽然冇现场嘉宾，但系咧都遇咗一啲朋友啦，喺电话旁边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曾经喺节目讲过，但系又好可能咧对某啲人嚟讲咧唔系太认识嘅嘢，因为高龄人士咧有好多种嘅，有啲咧就纯粹咧就可能是 feel 到一些靈界上面的東西的層次就可能比較低一點啦，不好意思都說是這個這樣形容詞啦。但是這些靈界的朋友其實他們有修為的嘛，有些都有不同的修為，會高層次一點的，可能我們又會形容為一些叫山精妖味啊，這樣啦，那就法力高一點了。好了，再說另外一些呢，在中國的東北那些我哋有提過啊，嗰啲嘅可能係啲動物啊、精靈啊上面嘅嘢咧，咁佢借助人嘅身體去修練咧，於是佢俾一啲能力呢啲人，佢揀選一啲人，係啦，佢知道你有呢個遺根，或者佢能夠同你溝通到，咁佢就賦予呢啲人嘅特別嘅能力，咁希望咧就俾一個能力呢一種人，而相對咧令到佢哋自己本身咧有一種修練啦，互相之間咧。好似一个交易咁样啦，咁我哋就称之为呢啲咧，就叫做出马仙啦。听过系嘛？喺节目里边会有机会听过系嘛？咁但系由于咧喺东北咧，先至会有多啲呢啲情况发生，因为呢啲讲紧黄鼠狼啊，或者系一啲狐狸啊之类嘅嘢啦。咁当然咧喺嗰边咧系比较出现。得多啲嘅，佢未必走到嚟南方嘅，咁所以要揾南方人去做呢样嘢咧，就真系少之又少。但系早排喺节目里边咧，就知道有一位师傅嘅徒弟咧，原来咧，竟然间系咪叫误打误撞咧，定系真系佢被选中咧，就成为咗呢个出马仙。咁所以今日喺电话里边咧，同佢倾下偈先。黄生 ，hello， 系你好，你好，系啦，喂，咁啊，知道你系阿陈发齐师傅嘅徒弟啦。系啦，咁佢话俾我知，我个徒弟咧就系成为咗出马仙啊，咁样，咁呢样嘢我哋讲过下嘅，咁所以咧，我相信有听开恐怖在线嘅观众咧就唔会太陌生嘅，但系不如由你自己本身嚟讲下，你点样认识出马仙，或者本身都唔知系咩嚟嘅咧？本身出马仙咧，我就唔知道系乜嘢嚟嘅，我就喺一个机缘巧合嘅底下啦，跟住认识到陈师傅啦。然之后呢我就发现到身上面自己其实有呢个缘分嘅，跟住佢又有仙家嘅，然后就慢慢开始呢去了解一个仙家系乜嘢嚟，跟住就可以知道。咁样讲啊，有呢个仙家之前呢，其实你本身都有啲高龄人士啦，系嘛？系，我可以感应到呢周边嘅鬼魂啊之类嘅嘢嘅，可以见到嘅。系阴阳眼？唔系。自己感应在脑海里面有个感应出来的。是几时之前的？由细到大都有的。应该是这几年内有的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是大过了才有呢？又会。这个我都不清楚。是突然间或者发生过一件事？如果是的话，应该是突然间出现的。就是我某一天呢突然间就见到屋入面咧有啲嘢啦，或者屋出面走廊啊，嗰啲楼梯底啊、树底啊，有好多白影啊之类嗰啲嘢，跟住慢慢咧，本身冇睇得咁实嘅，系一个白影嚟嘅，但系咧慢慢就越睇越实，跟住变咗一个人形啊，或者动物样啊嗰啲嘢嚟嘅咯。嗰阵时你学咗法未噶？嗰阵时啊，未学法。哦，咁你会惊可能翻咗系嘛？即系你知会死啊、我撞鬼喎、咁样。咁我又唔驚嘅，因为呢我由细睇啲鬼故事到大嘅、所以呢就会太驚囉，对你乜亦都唔陌生囉，所以。係呀、所以啦，睇灵异节目呢其实係绝对有好处嘅，就等你人撞咗胆先，啱啱先。係呀，冇错。係呀，你最驚嘅嘢由细到大接触咗啦，咁根本你唔会驚啦，反正都见开啦，咁你养一个平常心啦，或者
將佢另一面嘅睇法，哦，喺佢係咪有原因嘅咧？或者你開始 study 呢樣嘢咧？咁樣係咪？甚至乎現實之中睇到嘅嘢咧，鬼片仲恐怖過現實之中睇嘅嘢咯。哦，咁計啦，鬼片係誇張咗好多嘢都係咪？誇張咗好多。係啊，佢要嚇你嘛。好啦，咁由嗰刻就開始發現自己有一啲咁樣嘅靈異體質。咁直至幾時有出馬仙呢種情況發生咧？大約喺半年前左右咧。恐怖在线，翻去旧事嗰度。咁我行到冇几近咧，呢度咧就见到以往嗰个旧殓房嗰个旧围墙嘅。喂，其实如果喺呢度有殓房，都几奇怪嘅，好似好唔就脚嘅呢度。其实当年真系噶。咁你而家望到下面呢个位置咧，其实就系嗰阵时咧，发生意外之后，嗰啲人为咗纪念嗰个保安员咧，就装咗个神主牌，就喺呢度下面啦。咦，真系个地主喺度，都几大个位啊嘛。系喎，系。嗱，咁誒當年咧就有人傳聞盛傳咩咧，就話咧就因為咧原來地鐵公司咧發現咗呢個地方咧有個靈異嘅傳聞。翻去舊市嗰度，呢度咧就係山道啦，呢個位咧其實都好多嘅大型事件發生過，啲意外啊，甚至乎火燭啊，譬如嗰煤氣爐大爆炸。你哋係咪喺度住咗好多年啊？幾十年。幾廿年哇，正啊！大過你。嗰度死咗咁多人啦、啊。死好多人，又唔驚喎。有冇鬼？我見過鬼喎、啊。你嚇死我喎！我最驚聽鬼故嘅人生邊啫。咁我想真嚟㗎。想問一下嗱，呢度啦，山道啊，哇，好多歷史啊。好多好多貨倉㗎嗰度。係咯，嗰個永安貨倉。我老公都喺嗰度做過貨倉。係咪啊？係咯，又唔燒死喎。有好多人燒死過喎。燒唔死啊，老公啊。哦，咁又點樣區分呢？你自己點樣區分啊？因為咧，佢哋過嚟嗰陣時咧，個感覺係同平時唔同嘅。我係會有啲打喊路啊、流眼水啊、流鼻水之類嘅情況出現嘅。哦，即係好似人哋上同咁樣喎，有同身咁樣喎。嗯嗯，咁又唔係太相似。哦，又唔似。係啦，唔似嘅。哦，咁你打私益啊？佢咁嗰啲咁有冇？跟住又問師傅：喂，師傅做乜嘢？我發生咩事？咁佢又點會睇到有仙家咧？佢因為師傅咧本身自己都有啲咁嘅感應噶嘛，所以佢會同我講出嚟咧係有啲動物喺度嘅。佢睇到有動物，係啦係啦。咁你嘅動作係動物嘅？要睇翻係邊一家仙家咯，因為其實我身上邊咧都有幾家嘅仙家嘅。哦、就好似有狐家啦，即系狐狸啦；黄家啦，即系黄鼠狼啦；常家即系蛇，同埋咧蟒蛇嗰类嘅，同埋一只青蜂啦。我哋出马先青咩？呢类似青蜂，青蜂即系好似啲系啦，就鬼嚟嘅呢个意思就系、是。哦，有一家叫青蜂啊？系啦，呢、這个就嗰出马先入四大家之一嚟嘅。哦 ，OK， 咁有冇话佢哋嘅边个嘅力量会大啲嘅咧？冇，佢哋都系睇翻佢哋自己仙家嘅修为嘅。佢哋呢四家就冇分大细嘅。咁几时？都系睇翻自己个人修为。嗯，几时边个落嚟去借用你嘅身体？你系有得控制定冇嘅？系可以控制到嘅。你可以请边一家落嚟嘅。哦，你而家系可以决定请边家噶啦？系啦，系啦。哦，因为佢而且佢每一家上嚟咧嘅感觉都唔同嘅。哦，不如逐家讲下。系啊，系。狐家即系狐狸啦。佢咧嘅感覺咧就温暖嘅，好温暖嘅，佢令到你個心好平靜，而且佢坐姿咧就比較端正啦，佢講嘢比較穩重啲嘅會。哦，即係佢如果你要揾人幫佢咧講翻佢身上面嘅情況出嚟咧，就揾胡家嘅仙家會穩陣啲。哦，即係有個善信，你意思係揾善信，即係善信揾你去問嘢，係咪啊？即系胡家讲嘢就稳重啲嘅。哦，所以你会揾胡家去帮佢答问题啦，系咪啊？系啦，如果回答问题就揾胡家嘅。哦，咁其他咧？即系黄家咧，你个身上面咧就会有好滚好滚嘅感觉嘅。系。好似好热好热，跟住就好似夏天四廿几度嗰种感觉嘅。哦。跟住而且佢咧比较调皮啲嘅讲嘢，比较跳脱啲嘅，就好似吹水嗰类咯。哦，吹水，即系如果你想揾人吹水嘅，就揾下个黄家啦咁啊。系啦系啦，佢哋好中意倾偈嘅。哦，系啦，咁样。系啊，佢唔答问题嘅。佢哋可以答问题嘅，不过咧，佢哋又比较中意吹水咯。哦，即系夸大啲嘢嚟讲嘅。吓、啊，咁样好唔实在嘅，你唔知佢讲咩嘅。
系噶，不过如果咧，即系皇家嘅数量比较多啊。系，即系佢哋平时我哋嗰啲数量，黄鼠狼会多过狐狸佢哋嘅，所以如果我搵嘢去查嘢，同埋查嘢啦，搵佢哋会稳阵啲，因为数量多，可以一次过涌晒出去咧搵嘢嘅。即系话我想搵个人或者搵失物，我就搵系黄鼠狼出嚟啦，咁样啊？系啦，系啦。哦，每个有唔同嘅功能嘅。系啊，因为咧，而且皇家咧仲有个功能嘅系招财啦，佢可以。系咩？黄鼠狼系招财嘅，可以招财嘅。哦 ，OK，OK。好，另外咧，另外咧，好，即系常家啦，即系蛇同埋蟒蛇啦。吓、啊，佢有佢哋两个唔同嘅蛇同蟒蛇。嗯。蛇咧就幼啲嗰只，蟒蛇就好身好长嘅嗰只嘅。佢哋两个上身之后咧，就喺种好软绵绵嘅感觉啦，好似成身冇骨咁样样嘅。嗯。而且啲佢哋咧就比较冻。冰寒嘅感觉系蛇一个冷血动物啦，系啊系啊，跟住、啊、之后佢哋咧就比较好斗啊，即系佢哋好中意打交嘅、嗯。嗯，如果我出去同人哋咧斗法嗰类，哦，即系或者同其他去出面咧，即系驱邪嗰类咧去打其他嘢咧，搵佢哋会好啲嘅。哦，咦，咁啊真系犀利，你而家集几家大成喎、啊？系啊，因为如果我哋一个出马仙堂口咧，基本上要有齐晒呢四家。同埋有个叫白柱嘅嘢，先至可以立到一个堂口嘅。系最后一个咩话？嗰、那个咩咩？叫白柱。哦，法柱啊。系啦，因为四佢哋统称叫四梁白柱呢四家，呢四家同埋有八个堂口佢哋下属有。咁、哦、法柱系咩咩动物啊？白柱就唔系动物嚟嘅，佢就只系一个负责嘅嘢嚟嘅啫。系。佢就嗱一个叫扫堂，佢呢、這个。呢、這个我就未系太清楚系点解咧，因为我暂时我就未有呢啲，因为我未到出马嗰段时间。哦，咁系啦。OK， 以往最多系揾到嘅都系黄鼠狼系咪啊？系，因为佢哋数量比较多。嗯，好。咁啊，嗱，你可唔可以讲下你个感？嗱，头先讲咗感受啦，即系每一个人上嚟嘅情况啦，咁样。咁你会个讲嘢系唔同嘅语气嘅，全部都会噶，因为仙家有分男仙家同埋女仙家嘅。系。系啦，如果男仙家咧，佢哋坐姿同埋讲嘢咧，系会有男声出嚟嘅，嗯，同埋比较稳重啲。女仙家真系会显得有女性嘅姿态出嚟咯。哦，咁即系譬如黄鼠狼都有男仙家同女仙家嘅，所有仙家都有分男同女嘅。哦，明白。系啦，好，你有啲 case 可以分享喎，系嘛？有，我就曾经咧就帮过一位咧湿疹嘅战胜嘅，嗯。嗰位善信咧就都比較耐時間啦，濕疹。之後咧，佢就機緣巧合底下咧，就揾到陳師傅啦。嗯。跟住陳師傅就俾我啦，做啦。哦，俾、哦、你做試下，試下咁樣。俾我試下，因為係我哋俾我練下手啦，叫做。係。係啦，跟住咧就開始坐低啦，大家。跟住其實咧，我同佢面對面，我未落仙家嗰陣時，佢、咧我就可以。佢未同我讲嘢，我就已经可以讲到佢咧身上面嘅问题噶啦。即系你冇睇到佢任何皮肤上嘅问题嘅，你唔知嘅。系啦，我哋望住，我哋面对面咁样望住，大家唔讲嘢，吓、啊、就可以就知道。边我就用个口问翻佢系咪呢个问题啦，佢答我系啦、哦。然之后当时我就请咗一位仙家，嗰位仙家咧就唔系嗰四家嘅，佢系一个灰家，即系老鼠嘅。吓、啊，仲有噶？系啊，仲有嘅，仲有嘅，因为其实万物皆有灵咧，其实咧一棵药草佢都可以成为仙家嘅。吓、啊，咁啊好多好多好多，即系你数唔晒嘅，你唔知嘅。系啊，我哋只有我哋想，我哋想象唔到嘅仙家，冇佢哋冇嘅。咁你头先讲话鼠啊，有个鼠落啊，有个老鼠嘅，系、啊、老鼠啊嘛。系啦、啊。咁、啊、你点知系老？你点知系老鼠啊？当时因为佢会喺个脑我脑海入面显现个形态俾我睇嘅。哦。佢嘅仙家嘅形态，然之后咧就会就知道佢系一个灰仙嚟嘅。吓、啊，咁跟住你又觉得哦，喂，你突然间落嚟，老鼠点可以帮我医呢个皮肤病？你唔知喎。呢、这个因为其实咧，佢哋咧仙家，我因为有一个佢哋就呢啲系属于我嘅仙家，同我有缘分噶嘛。嗯。就其实佢哋都有呢个能力嘅，医病系出马仙嘅其中一个咧最基本嘅技能嚟嘅。哦。要做到嘅，如果一个出马仙。好啦，咁点样医咧？点样医？跟住首先咧就叫佢伸只手俾我啦。哦、然之后就慢慢去感受一下佢嘅问题嘅根本喺边度啦。系。
呢一个问题嘅根本咧，佢咧就系因为咧喺个街边惹到一啲鬼啦。哦，跟住所以就好似应该我冇记错，佢系咧出口咧侮辱到嗰只鬼。点样出口侮辱？我就唔知，佢亦都唔记得咗佢讲咗啲乜嘢啦。那个善信。哦，即系可能又唔小心指住一啲嘢乱噏嘢嗰啲。咁撞到咯。哦，咁跟住就发现自己有湿疹。系啦，跟住就好多年，跟住之后就寻求法科帮助啦。我哋系啦，然之后就嚟到我面前，跟住之后咧就开始帮佢啦。跟住我哋其实不断咁样念紧一种我哋叫仙话嘅。哦，仙话咧，其实我哋都听唔明嘅，你会听到佢好似念经咁样样嘅。咁、那个仙话你唔应该识噶，系嘛？其实因为佢哋有佢哋嘅念，其实咧佢哋会将仙话咧自动喺我个脑入面翻译翻俾我听嘅。咁你系跟住佢讲嘅，定控制你讲？仙话就我个口入面讲出嚟，但我脑入面就知道佢讲嗰啲仙话系咩意思咯。咁譬如而家咁样，我同你倾偈，你识唔识讲仙话噶？你唔识嘅。唔识，因为我身边仙家冇喺身边。系啦，即系话你突然间佢嚟到嘅时候，佢讲嘢，你先跟到佢讲嘢嘅。系啊，佢会借我把口嚟讲啲仙话出嚟嘅，就好似童身咁咯。会借我把，会借把口嚟讲嘢。咁当时你个意识有几多系清醒唔清醒嘅？大概有六成嘅意识系仙家嗰度。哦，咁都四成都知自己系就控制唔到嘅，系，但我就知道我自己做紧啲乜嘢嘅。喂，你记唔记得大约点样讲噶呢啲仙话？唔记得，完全噏唔翻噶系嘛？噏唔翻，每次都唔同嘅，因为哦，佢可能嚟一次嘅啫，咁样，所以你唔会记得嘅。系啦，系啦。好啊，咁你念咗几耐咧？你帮佢做呢一坛嘢？大约十五分钟左右。十五分钟，喂，但系我见到有个对比嘅、哦，诶，冇噶啦，而系睇到最精彩、最紧张嘅部分就俾人 sharp cut 咗噶啦。系啊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因为你仲争一步，争咁呢步 do 呢个 QR code 就成为咗我哋嘅付费会员。当然啦，月费会员就会睇晒你全集嘅节目。究竟嘉宾讲到后面嘅部分会点样嘅咧？等你慢慢发觉啦。